右上角关注，每天了解最新 TVB 资讯。本文编辑剧透社 Jackson 自从加入了处境剧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》之后，艺人许佳杰的人气就持续高起至今。近最近，许佳杰更是忙到不可开交，剧接剧地忙过不停。不过，向来喜欢锻炼的他，仍然不忘抽时间健身，保持完美身形。日前，他就在社交网上晒了照片，极短天与网友及粉丝分享，原来自己在健身房碰了大小姐林淑敏、郭正红和黄建东，全是观众熟悉的港剧里，认真热闹了他。而在许佳杰分享的健身短片中，只见他挽起吊环，双手一用力就支撑起整个人，更大玩180度翻身挑战高难度动作，相当厉害。1983年出生的许佳杰，据悉在入行前是从事会计工作的。在2009年，他参加了香港先生的竞选，最后还夺得了大赛的冠军。由于在参赛期间，许佳杰的表现平平，并不算太瞩目，因此他夺冠之后被称为史上一匹后来居上的黑马。赛后，许佳杰便签约在 TVB 旗下成为艺员，正式出道，并开始参与电视剧集的演出。他参演的首部 TVB 剧集是《读心神探》，他在剧中是饰演简浩明一角，之后又陆续参与多部剧集演出，包括《巾帼枭雄之义》《海豪情》《女权》《谁家灶头无烟火》《点点阿瑟戏》《阿瑟花花世界》《花家姐》《真相》《紫禁惊雷》《万王之王》《积分》《That 谎情事》《自 In Love》《Hardcore 36小时》等等，不一一列举。虽然许佳杰入行多年，演过不少剧集，但由于在剧中的角色戏份都很少，大多是小配角，比如顾客、朋友、侍卫、路人等之类的闲角，